你们知道吗 ？KFC 的鸡米花在家也可以做了，而且比店里的更多汁。放三下等于在家天天都可以疯狂星期四。一共有两种口味，藤椒的和原味的。和普通的鸡米花不一样，特别的大颗，大有分量，肉多可撕。做法也很简单，不用解冻，直接丢进空气炸锅。听听这肉汁滋啦作响，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。也可以用烤箱，油炸也可以，皮薄肉厚，皮酥肉嫩，现炸现吃，怎么样都好吃。美味不必久等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肉感。或者像我这样调个酱汁，具体的配方我都放在屏幕上咯。第一款是蜂蜜芥末酱，第二款番茄酱、蚝油、蜂蜜、白糖，搅和搅和。这个是糖醋酱，也可以直接来点辣椒面，特别的香。这样的三种吃法，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？追剧的时候来上一份，一口一个，不要太满足。快学起来，在节假日里给家人和朋友们录一首吧。